需要 cover 的，我们那些也没有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单单只是 focus 要 cover 比赛的那个经费嘛，所以月入收入是差不多可以讲是零的。零啊？嗯，对。就你们那个暂时拿到的赞助费只是比赛不了啦。对对，我们也拿到，其实拿到 Victor 啦，就他们是有帮助我们 cover 一点的，没有比赛的钱这样子。Victor 也是有啦，也是有给我们 equipment 啊，然后 cover 一点比赛的那种钱。就这两方面呢、啊、其实你们 还有一个正式的比较大的赞助商啊，对对对，如果我们好像可以拿到那种比较大的一个，就可能那边我们的那个生活费那边就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就有个薪水在那边啊。对对对、那个要多少钱？我们现在暂时大概大的我们是讨差不多100到150左右吧，一个人一年啊。一年都说法还没找到了，会比较辛苦了。这你的大唐先生，你现在这样忙啊，你还可以办法兼顾你的学业吗？很多时候是一直在延迟哦，还是在尽力的去把课程完成。可是就会有跟老师谈说，可能一些方面我会需要长一点、多一点的时间完成这样子。你的是读什么？degree sports management。哦。就